就是 Hummer 悍马两件组行李箱，它是生活与潮流的完美结合哦。哇，新次上架哎，很美啊！三种的一个颜色，你看没有？赤红色，然后呢，深蓝色以及深灰色，个别都有20寸和24寸的这个行李箱。没错没错，颜色都很漂亮，赶紧来选一下。重点是呢，有买就有送，我们呢都要送给你万用的一个背包，颜色呢是与主件相同的。哎，单单这个背包就已经要199令吉了。哇哦！然后呢，全套试驾呢是需要1237令吉啊，我们让你就节省掉了938令吉，所以星级 One Shop 的这个价格，你看只需要是299令吉而已，你就可以带回去了。没错，要抢一定要快，因为它绝对是你信心的保证，物超所值。你自己想看一下，299令吉你带回去的，既然有3年的制造缺陷保修，以及2年的特定配件保修，你在外面是绝对找不到的哈。对 ，Hummer， 然后呢，这个两件组的行李箱啊，是一个生活和潮流的完美结合啊，所以呢，要赶紧就是啊，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去到我们的手机 app 呢，就可以抢购了。你好，我是樊彬。是的，有没有看到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悍马的这个旅行箱套组实在是太漂亮了，对不对？而且最主要是什么？你看，我们今天呢手上拿着的这个呢，就是赤红色。所以各位朋友，不要忘记，今天你要抢的东西有两样：一，一定要抢到我们这个赤红色，因为是今天的新色上架。而且再来，不要忘记，你要抢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行李箱套组。为什么？你自己想看一下哦。今天行李箱299令吉，把一大一小的 size 带回家之余，你还把 warranty 给带回家。那 warranty 到底有些什么？3年 on body， 2年 on 我们的 spare parts。试问一下，哪里有行李箱299令吉，既然可以给到你这样的一个 warranty 呢？只有在我们的 CJ Wow Shop 你才可以找得到这样的一个 warranty 啦哈。是，这绝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嘛， Hummer Hummer， 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从这个汽车品牌再延伸到这个行李箱，哎，所以呢，就是生活，然后呢，跟这个时尚潮流的一种结合了。所以今天呢，你看Hummer 的产品呢，绝对就是肯定的很 tough 的那种感觉嘛，对不对？是的，没错。而且最主要是哦，今天我们带回去的，一除了有品牌之一，二，哎，它的外形也真的实在是太漂亮了吧，对不对？而且最主要是，你看为什么我们行李箱上面都有这样的一个价钱呢？那你看你在外面啊，单单买一个这个 size 的这个 Hummer 哈，是原价 original price 就559令吉，为各位报告一下。然后再来，如果你买20寸带上飞机的这个旅行箱的话呢，哎，也不便宜啊，是需要479令吉。当然，因为它给3年的 warranty， 所以它贵哦，就是贵在 warranty。然后最主要是今天除了这个之余，我们额外还要再送给大家的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大个的这个背包，万用背包，价值199令吉。你试问一下啊，你自己想看一下，这三个价钱你自己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1000多令吉。但是今天我们都不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只需要299令吉而已哈。绝对是啊，你看299而已的，你就可以直接把我们这20寸，然后呢还有24寸的行李箱，再加一个赠品呢，背包，好大容量的一个背包，直接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有深灰色啦，有新品上架，然后这个全新的一个颜色赤红，再来有深蓝色的一个部分啦。是的，然后再来不要忘记是什么？你看一下我们今天带给你的哈，就是什么？我们的这个整个外形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我们要近看，看一下它的 details 的一个部分啊。来，你看，首先呢，一我们有的是 ABS 的材质，而且你看了吗 ？ABS 的材质哦。非常的坚定耐用，而且最主要是它是
雾面的，所以雾面的好处是什么？有些行李箱是 gila gila 的那种嘛、嗯，对不对？所以你一刮到的时候，哎呦，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出它刮到了，然后心里很痛。对啊，但是你看这个雾面之余，它这里有一个抖抖抖抖抖的那种设计，这个设计呢，就是可以减少它的防撞力，嗯、也就是说它不容易刮花的一个概念啦。是的。Okay? 然后再来，它还有这个呢，铝框的防撞护脚。那我跟你说，不是每个旅行箱都有给你这铝框的防撞护脚的哈。今天不管是20寸、24寸，我们都给你这个铝框的防撞护脚。所以呢，我们在很多这种呢，可以算是我们角落啊，就是呢我们的这些角角的一个部分啊，都是特别脆弱的嘛，对不对？很容易爆的地方就是爆在这里啦。然后再来，你看我们今天呢还给你的就是呢我们的密码锁，所以呢不用再用那种啊，就是锁头啊加锁匙啊，你只要 set 住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它的拉链呢是非常顺滑的啊，你看。对，所以呢你看是不是很贴心的一个设计来的啊？是的，没错。而且最主要是拉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吗？连旁边这里的 design 都那么的漂亮，还有一个 hammer 在这里，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赤手把，就是旁边的这个手把，不管是20寸、24寸也都有这个手把哈，而且最主要是我们的这一些啊，你现在看到的身体的部分是 warranty 3年，所以呢，你任何地方有爆掉的话呢，你拿给我们，我们一堆一的更换。再来轮子的部分，有看到吗？我们是8个万向轮，那8个万向轮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你看到吗？哎呦，360度旋转啊，对不对？而且呢，就算哦，今天如果呢我们在柏油路上面推拉的话呢，是一边的这个轮子崩掉坏掉的话呢，你也都不用担心。为什么？还有另外一边可以 support。所以也就是讲，8个轮子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我们旅行箱里面的一个重量都怎样，好完完全全的都给承受好。对，所以呢，你看接近假期了，接近年底了，很多朋友都要去旅行了，对这一刻。在看这节目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今天这个整个套组一并的给它拥有回去，一家大小，然后呢就可以直接一起去旅行啦。是的，没错。来看一下今天的套组到底有些什么哈。再一次强调，我们呢有的就是24寸、20寸，以及再加送你多一个呢万用背包，价值199令吉。但是我们有3种颜色都很漂亮，你赶紧来做一个选择。有的就是赤红色，然后呢有蓝色，还有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亚灰色，哪3个都很美，你到底喜欢哪一个颜色呢？是的，所以呢如果3个颜色都喜欢，我们也不介意的，你3个颜色通通给它带回去。因为我们知道呢可能家庭成员很多嘛，对不对？然后呢要去旅行的时候呢肯定很多东西要放啊，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各自来拥有自己的这个行李的话呢，是多么的一个方便的事情啊。真的，而且旅行箱哦一定要就是呢非常的耐用，而且呢要保护好我们里面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呢外壳的材质是很重要的啊，没错，这就是 ABS 的一个材质嘛，当然就是很坚固耐用。当然呢我们也就是呢要给你看一下它到底这个坚韧度是去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你看到没有？哇哇，哎，直接可以这样子折叠啊！心你看，很像可以做 yoga 一样的柔软的感觉、所以你看它有呢这个韧性的话呢，就代表说它有弹性，有弹性的话呢，就代表说它不容易呢就会被丢坏掉。对，因为我们知道呢很担心，就是我们的 Lucky 在 check in 的时候，对不对？24寸的要 check in， 然后呢完全就不用担心呢被甩坏、甩破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啦。最主要是呢不要再用那种布的旅行箱，你知道为什么吗？不防水。所以呢他们在运输行李的时候啊，如果一个不小心下雨，还是想说你的旅行箱呢一个不小心沾到水的话怎么办？里面的东西不都是会湿透透吗？对，所以呢很担心啊。然后呢当然呢这个 ABS 的材质呢也当然就是有这个防水的一个功能啊，你看是不是很容易的这样子，然后被这个水弄湿了之后呢轻轻松松的，你看轻轻的拿一片抹布这样子抹过去，哇哦，你看是不是都干净了呢？真的，也就是说它非常的耐肮脏，以及容易打理啦，所以大家不用心疼你的这个行李箱很容易花掉啦，还是很容易肮脏，它都可以来进行很简单的一个处理方式啊。对，那再来，那我们外在通通都做给你看啦，里面的内在到底是怎样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里面这里呢就装满了满满的一个东西。如果呢每
每次要带孩子出门，最麻烦就是要带很多很多的东西。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塑胶的那个呢设计，这个塑胶设计也是跟着我们里面的这个颜色，我们外在的这个旅行箱的颜色而定的哈。然后呢，你看里面它除了你可以放上妈妈自己的一个衣服，好多件呢，至于还可以放上呢我们的这个可以算是奶粉啦。Bambus 啦，那么多件你看到吗？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些沐浴乳啊，然后呢润滑剂等等的啊，就给小朋友擦的啊，然后小朋友的衣服也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吧。哇，可以排列得很整齐耶。对啊，那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超大的一个空间。是的，而且我很喜欢的就是什么，它里面的这个内里的这个布啊也是很好的一个quality来的，你看、嗯、它不是那种薄薄的哈，它反而还有 Hammer logo 在这里。哇，你有看到吗？丢了，对不对？哦，这就是名牌货给我们的一个呢很棒的一个设计啦、嗯、然后你看这里最主要的是有没有看得到 Hammer Limited Edition， 这里有一个 Limited Edition， 代表说我们赤红色是 Limited Edition， 你要抢一定要快。是的，阿星我跟你讲啊，现在呢很多聪明的消费者你看已经卖出了32套这么多了。是的，所以呢大家要赶紧的，这个时候看到的话呢299而已，赶快的给它抢回去哦。真的，所以呢今天你看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行李箱，24寸，你看两边都可以个别的放好好所有东西，又这么的整齐，就不会说有东歪西倒的一种这个情况了啦。所以呢今天你看带走的是呢24寸行李箱跟20寸的这个 hand carry 之外呢，今天你看我们另外呢就是准备要送给你这个背包，是不是好大的一个啊，而且颜色呢也是很漂亮，我们这个赤红色嘛就配上这个红色的一个部分，然后呢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间隔的部分厉害了，前面这边有间隔，然后旁边这一边呢同样的就是有间隔的部分。哇，这边可以放雨伞嘛，对不对？这边其实也可以放下你的这个水壶的一个部分啊。然后另外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一个荧光会发光的一个这个线条来的哦，是，所以呢在夜间的时候就会发亮，是不是很安全呢？所以呢你看今天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你看我们的这一个送给你那个万用的背包里面，哇，真的可以装好多好多的一个东西耶。你看我们都准备好了小包包放进去嘛，然后再来的一个部分你看我们的衣物，对的，然后呢可能那个大的行李箱放满了太太放满了小孩的这个衣物之后，对不对，爸爸们的衣服可能会少一点点，所以呢我们今天直接就是你看可以放好多好多的一个衣服的部分呢都可以直接给它塞进去的哦。当然呢这个包包里面其实还有这个一个间隔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我们直接来来，哎呦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厉害呢，在间隔的一个部分这边呢我们直接又可以放上我们这个手提电脑的一个部分啦，然后你看去到这个旅行可能还有一些工作要处理，对不对，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包然后直接一些书本啊都等等的放进去，所以呢就可以证明一下我们今天呢你看这一个万用的这个包包里边呢也很讲究这个 details 哦，刚刚阿星的那个24寸的打开给大家看了嘛，有 details， 然后呢你看有 hammer hammer 不断这边重复，而且还有很漂亮的这个图案呢都印在我们这个内侧里面哦。是的没错，就也就是说它里面的内里给我们也是最好的一个 quality 啦。最主要是什么，各位朋友不要忘记，今天你看你带回去的哈，有的是24寸的旅行箱，然后再加上20寸的旅行箱，今天额外再送给你价值199令吉的万用背包，很大个很能装，对不对？最主要是今天整个套组哈，赤红色只限量500套，所以大家要抢要快。那最主要是外面的市价全部加起来可是需要4位数，1237令吉，但是今天我们直接下杀省下了938令吉，只需要299令吉而已。而且最主要是如果你使用的是 Maybank 的信用卡的话，不要忘记你可以享有3个月，每个月也只需要付99令吉67线的一个好处哦。所以大家不要再等待了，今天 Hammer 悍马带回去的就是现金的保证品质，然后呢又非常的好啦，所以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吧，18001808088，或直接下载手机应用程式喜着网手来抢购吧。喜着网手人气热卖的商品，
面有的就是我们 Hummer 悍马两件组行李箱，它绝对是我们生活与潮流的一个完美结合，有的是24寸以及20寸，最主要是今天有的是赤红色新色上架。对，所以呢今天有买就有送嘛，我们送给你一个这个万用的背包，颜色和组件都是一样的哦。这个背包价值是199令吉，是送给你的。是的，全套市价可是需要4位数，1237令吉。但是今天你最 lucky 啦，看着直播的话呢，立刻省下了938令吉，新旧 workshop 只需要299令吉而已。对，所以呢要买就要快了，而且呢，如果你是我们的 Maybank 的信用卡用户的话呢，免利息分期付款，一共是3个月，一个月只需要是99令吉，有67 cent。没错没错，大家要抢一定要快哦，因为有的就是信心的保证，物超所值。问一下大家好了，你在外面买旅行箱，有人给你3年的制造缺陷保修吗？没有。有人会给你2年的特定配件保修吗？也没有。所以就在 CJ World Show 299令吉，你就可以找得到了。对，这绝对是呢生活与潮流的一个完美结合。赶快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呢更快速的也可以拥有我们的这一个 Hummer 的两件组行李箱的话呢，也可以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来抢购哦。电话正线中，特别担心，只要下载 CJ Workshop 手机应用程序，注册新的账号，填上基本的个人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购物啦。选择你想要购买的产品，点击 Buy Now 的按钮，输入 Postcode， 选择地区，输入门牌号码和路名。您所订购的产品就随即为您送上，天天精彩，天天 wow。看傻眼了，对不对？因为这个颜色实在是太醒目太漂亮了。是，但是还要重新的跟你就是强调一下呢，我们现在赤红色正在热卖当中哈，只有限量的500 set， 所以你要抢一定要快。你遇到战线当中的话呢，我跟你说是非常正常的一个问题，但是你不要慌不要急，直接下载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CJ Workshop， 你就可以呢更快的速度抢到我们的这个赤红色，之外呢还可以额外累积个58线的wow购积分，下次啊又15令吉的现金可以做一个回扣啦。没错，不用急，但是一定要快哦，因为呢是一个限量的这个套组来的，所以呢当然我们这一个行李箱呢，不管是20寸还是24寸呢，都备有这个360度的一个滚轮，这个万向的滚轮的部分，所以呢让你这个提起你的行李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的轻松的。然后呢今天有24寸跟20寸的行李箱，不管是深蓝色的一个部分啦，或者是这个深灰色，再来有我们今天的新色一个上架呢，赤红色都是很漂亮的，都是值得你拥有的。是的，没错。而且最主要是，我相信大家每次去买旅行箱的时候，你就会想说，一定是要看它漂不漂亮，对不对？那你看我们的 Hummer 呢，这个品牌呢，就是非常非常火红的一个品牌。而且呢，大家都知道 Hummer 的这个越野车，他们的标榜就是什么，够强悍，是，然后呢，够 tough， 对不对？对，是。你看今天他们做出来的旅行箱肯定也是有一样的一个好功能，而且最主要是它有外在之余，还有很好的一个内在。它好在的内在呢，就是有一个 ABS 的材质，所以呢，它的这个 body 啊，也就是我们的箱体的一个部分，它是非常坚固耐用之余，还有的就是360度的万向轮。那旅行箱一定要好推，如果一个旅行箱不好推的话，你加了东西进去，就是很重的这些战利品进去的话呢，它就会变成你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啦。是的，没错，所以呢，今天不管呢你要去旅行，你看要带任何的物品，然后呢都可以通通给它放进去，而且可以排列的非常的整齐的一个部分呢。你看在左右两侧都有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当然呢，你看之前买过的朋友呢，都给我们的一个好评如潮啊，都是拥有5颗星的，说我们 fast delivery 啦，然后呢就是3天直接就收到我们的货了，然后收到的时候呢都是 in good condition 的 ，very nice 啊。是的，没错，我们的这个呢 delivery 运输服务真的是非常好的哦。那最主要是那些一定要抢到，你看收到包裹的时候呢，就是收到好几天了，然后现在才有时间写评语，谢谢你的评语哦，品质很好，颜色也很特别，然后呢我们的
朋友也有说呢 ，nice package， 然后呢 ，all items received in good condition， 也就是说他们收到的时候呢，就是跟我们电视上所介绍的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哦。最主要是它除了有外在之余，它也有很好的一个内在。你看里面哦，竟然可以放进41件 T 恤，哎，试想想看，你们家里的行李箱做得到这样吗？如果做不到的话呢，你动作一定要快了，因为今天299令吉你带回去的是有24寸的旅行箱之余，还有一个20寸的旅行箱可以带上飞机。我们还有这一个超级无敌好用的万用背包，价值199令吉，要用送的方式送给你啊。对，而且今天呢，我们是配合颜色哦，买灰色就有灰色，买蓝就有蓝，然后买赤红的话，我们就有这个红色的赠品要送给你的，而且是一个万用背包，是超大容量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2件组的一个行李箱，只需要是299，而且呢，拥有这个3个不同的颜色，3个颜色呢，我相信呢，都是全程的朋友呢都好喜爱的颜色哦。所以呢，依照你个人喜好呢，直接给他讲购回去，然后呢，你就可以准备好那个年底呢要去旅行啊。是的，我相信呢，很多人现在呢都已经计划好要去旅行了嘛，对不对？不要到 last minute 的时候才发现到你的旅行箱坏掉了，还是才发现到，哎呀，我这个旅行箱的轮子不好推。那旅行箱是不会过期的，你有看到，你一定要赶快下手就买了，不要等到 last minute 的时候你才来用299令吉买一个旅行箱回去哈。今天有的是299令吉24寸的旅行箱，以及20寸的旅行箱，还有额外再送给你万用背包，价值199令吉，有3个 items 那么多，只需要299令吉而已。所以大家不要再等喽，赶快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8，或者直接下载手机应用程式来抢购，把我们的赤红色新色上架的旅行箱给带回家吧。今天我说人气热卖商品，有的就是 Hummer 悍马2件组的旅行箱，它绝对是我们生活与潮流的完美结合。你看今天有新品上架，赤红色好漂亮哦。对，赤红色、深蓝色，然后呢深灰色，都拥有20寸跟24寸的这个行李箱给你带回去啊。是的，没错，而且最主要是什么，3个颜色都很漂亮，赶快来选择一下吧。然后有买就有送，我们要送给你的就是万用背包，颜色是与我们主件相同的，但这个背包就要199令吉，哇，绝对超值的！你看全套试驾呢是需要1237令吉耶，但是我们让你节省掉了938令吉，这一刻在我们 CD Workshop 呢只需要是299令吉而已，你就可以抢购回去啦，超值无敌划算！你知道为什么吗？299令吉你带回去的可是信心的保证，物超所值，有的是3年的制造缺陷保修，还有2年的特定配件保修都包含在里头哦。是的，生活潮流的一个完美的结合啦，所以呢你还等什么呢，对不对？赶快的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去到我们的手机 apps 来抢购哈姆悍马这个2件组的行李箱吧。轮子就是不管你怎样推，对方都接得到。OK， 如果呢不好推的轮子啊，一推你小小力推，它就会歪去一边，它不是走直线路的哈。但是这个它稳扎稳打，脚踏实地，走的是正规路哦。所以你看，我今天8个万向轮的一个好处就是，不管你今天旅行箱里面你装了多少的衣服、多少的一个战利品，它都是可以帮你解决你的负担的。因为就是什么，就是呢你带回去的是品质保证，而且今天品质保证。说到品质保证哈，一定要好好给你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给你的 warranty 的一个部分。那试问一下哈，
今天如果我们出去买旅行箱，299令吉会给到你3年的 body warranty 吗？掌声鼓励。不可能。会给到你2年的 spare part warranty 吗？也不可能。但是你看，今天我们的 warranty， 不管你是要轮子也好，我们的 handle 手把也好，甚至是我们的 lock， 我们的 zip，然后还有我们的 puller， 然后 handle， 我们的轮子，通通都是有 warranty 的哈。而且如果今天飞机场的这些工作人员哈，不小心把你的旅行箱给丢破了，给丢爆了，给丢坏了，我跟你说，3年我们的 body warranty 就是我们的箱体，如果有任何爆裂，你都可以跟我们一对一对换。如果轮子坏掉了，卡到那些柏油路坏掉的话呢，不要担心，2年有 warranty 的兑换。哎，299令吉而已，你要去哪里找这个 warranty？ 所以今天哈姆呢是在我们 City Wow Show 绝对是一个畅销的这个品牌来的哦。所以呢，你当然就是呢要赶紧把握机会，因为呢我们这个新的颜色上架了嘛，让你有多了另外一个这个选择的部分，而且呢还是这个来自哈姆这么著名的一个品牌，然后呢这么坚固耐用的一个行李箱。所以呢，准备好好去旅行的话呢，只是缺少这个行李箱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把今天的套组呢给看好好，然后带回去啦。是的，电话一直在在线当中，需要等3分钟那么久哈。然后现在赤红色一直热卖当中，来，我们好好来看一下，到底赤红色的部分哦，到底是多么的吸引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51套已经售出了哈，大家加油加油！因为再一次强调，你今天带回去的可是有 warranty 3年在我们的箱体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我们的这些零件的部分呢，有2年的一个 warranty， 只需要299令。而已，而且你看一下今天的赤红色实在是太漂亮了，因为旅行箱输送带一出来，你就一眼看到，哎，我的旅行箱已经出来了，没有人敢偷拿你的旅行箱，因为太过于显眼了。OK， 然后最主要是你看我们的这里，首先有给你的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铝框的防撞护脚。试问一下，299令吉，你去哪里找得到哈？旅行箱有给你这个防框护脚的？那这个呢，铝框防撞护脚呢，它的好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旅行箱的边边角角的部分一撞到的话，很容易就破一个洞。但是你看这个，它额外 double layer 上去，所以呢保护好我们的箱体。哇，很坚固哎。那除此之外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箱体的一个部分啊。它是 ABS 的一个材质，所以你看到吗 ？ABS 的材质就是这样，非常的有韧性、有弹性。然后再来的就是呢，它抖的这里就是有特别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不是因为美而已啊，它反而还有因为呢是要减少它的这个摩擦力而做出的一个设计。所以呢，你的这个旅行箱是不容易被刮花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再转过来看一下，哎呦，它的旁边实在是太优秀了。你看有一个zip 的一个部分，这个拉链呢，哎，72套了，谢谢，继续加油！大家一边看一边继续拨打热线啊。这个拉链的部分呢是非常的顺滑的，然后你拉下来之余呢，我们还有一个密码锁的一个部分之余，你看旁边这里，哎，经过的时候，哎呦，对，这个很重要哎。哈姆的 logo 为什么可以那么的优秀？一看上去就是我们的这个高档货，对不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有一个拉杆。这个拉杆的一个部分哦，不管是20寸的旅行箱、24寸的旅行箱都有，所以方便我们要这样子呢，就是拿旅行箱的时候呢，都是可以呢非常顺手的。对，那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轮子啦。这个轮子很值钱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还有8个万向轮，所以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旅行箱推拉得更加的一个顺畅。你有看到吗？你看。对，这很重要哎。很多时候呢，在机场要走来走去，或者万一不小心飞机 delay， 对不对？我们要拖着行李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就相当的重要了。而且我们哦是有2个，你看到吗？一边有2个角，所以呢，当你一边崩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对不 对？你的这个旅行箱就会变成掰卡，很像个不 balance 箱，对不对？一分为二，你就很难去拖拉了。但是你看这个哈、哦，还有2个的话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分担我们的这个旅行箱。而且除此之外，我很喜欢的就是它的拉杆的一个部分。来看它的拉杆的部分呢，就是不管是小朋友也好啦，大人也好啦，都有3段式，这个是1段式，2段式。
三段式，你看到吗？它就是那么的顺手，超贴心，那么的好拉，而且它不会很像抖抖抖松松这样啊，它是很好拉的。你看一拉就收下去了，对，一推它就收下去了，看到吗？是不是很轻松呢？所以呢，当你这个就是要小朋友来拉起你这个行李箱的时候呢，也绝对是方便的，因为不一样的这个高度的一个调节嘛。所以不管是在我们20寸还是24寸的这个行李箱呢，都配备了刚刚阿星所讲所有的这个 details 的一个部分哦。是的，来看一下呢，我们今天带给你的有的就是24寸，然后再加上20寸，然后还有的就是一个万用的背包，价值199令吉。重点是大家要抢一定要快，因为今天赤红色只有限量的500件，而且新色一上架，你一拿去机场啊，我敢保证没有几个人是拥有这个颜色的。不然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我们低调奢华的一个暗灰色，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宝蓝色啦。是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卖出了89套了，而且呢，我们这个新色上架的时候呢，正在抢手当中啊，你当然就要赶快的继续的行动，透过我们的电话也好，透过我们的这个手机 app 也要继续的抢购我们的 Hammer 这个两件组的行李箱哦。而且今天呢，你看它所采用的这个材质就是 ABS 嘛，对不对？所以呢，刚刚我们讲过了，就是呢很坚固耐用，而且呢就是你看刚刚阿星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它的韧性是很强的。然后呢，再来一个部分，你看我们今天也可以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它的这个韧性，哇哦，你看是不是直接可以这样子来把它扭曲的一个部分？不是所有的行李箱呢就可以做到这个部分哦。哎，真的耶！你看，不管你怎么去捻它，它都是非常有韧性、有弹性的，也就代表说它的受压，然后呢，可以算是呢被丢的那个承重力啊、是非常大的啊。是的，再来呢，你看，如果它的这个材质呢，就是可以很容易的让你进行这个清理的一个部分嘛，哈。然后过往呢，我们用的就是那种布的行李箱啊，万一吃水了怎么办？哎呦，肮肮脏脏的。是的，然后呢，就算你抹了之后，可能还有这个一个水印嘛。但是今天这个就不一样了，你看是不是？哇，你看来回这样子给它擦拭一下呢，就直接显现得很干净了。是的，是不是？来，我们已经售出了104套，大家加油！你看一下嘛，刚刚我们只需要用布轻轻一擦就可以干净了。对，所以代表说，我知道大家很怕你的行李箱呢会很容易肮脏，肮脏了就不美嘛，对不对？对，肯定。但是这个旅行箱是很容易清理的哈，它除了有外在之余呢，它还有的就是我们的内在的一个部分。那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在的一个部分哈，它有的就是很好的一个 capacity。首先有的就是呢我们的这个袋子，你看它袋子的颜色也是红色的，哪里有人那么贴心做到那么美给你的，只有 Hammer 哈。然后呢，袋子一开起来，里面可以放下很多的东西，像是呢带孩子出门呢，最麻烦的就是那妈妈的衣服要扎好之余，也要呢放下我们孩子的一个衣服。你看，对对对，你可以放下很多件呢，对不对？而且这里还可以放下爽身粉啦、奶粉啦、Bam。哇，这个也更重要，这个超级无敌多的奶瓶，然后呢等等的这一些爽身粉呢通通都带上。而且最主要是这一边有看到吗，我们还有给你一个内里，而且这个内里给你的是最好的 good quality， 因为它很厚实，不是薄薄的那种透明一刮就破的哈。你看到，你看啊，而且还有我们的这什么 limited edition， 你看到吗？哇，那个图案也很漂亮哦，漂亮， so unique， so special。我们要抢的一定是要抢 limited edition， 所以大家你要抢一定要快。你看121套又在卖出了，我真的跟你说，今天你带回去的一外形，二品牌，三我人地，我们继续看下去啊。里面呢还有的就是呢，我们可以装下很多东西啦。所以呢，打开来之后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分门别类都放好好，放整齐它。是的，没错。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赤红色呢正在热卖当中，你要买真的一定要快，因为是一个限量的颜色来的哦。当然，今天你看一大一小20跟24寸的行李箱带回去之后呢，我们还送给你呢就是这个万用的背包。哎，刚刚那边你看小朋友的东西放满了，另外一边妈妈东西也放满了，对不对？我们这个爸爸的东西可以放了哈。所以呢，你看今天这个设计呢是很厉害的一个哦。除了呢，你看刚刚我们就是呢从上面可以打开这个背包之外呢，旁边这边你看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拉链轻轻的拉开之后呢，就直接可以拿，可能你
放在这个左边的部分的一个东西嘛，你就不需要去打开这个上面的，所以直接就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给它拿出来耶。所以呢，是不是很方便？今天我们找这些衣服，哎，刚好就在这个部分嘛，哎，直接这样子拿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呢，你看，其实除了这个拉链的这个旁边的间隔之外呢，我们前面这一边也是有一个间隔嘛，对不对？所以呢，也同样的可以放给了你常用的，哎，你的手机，然后呢，你的这个钱包，你的这个护照等等都可以放在这一个部分了哈，所以旁边这两边当然少不了，你看就是有这个格子啦，哦呦，可以放雨伞啦，这边呢又可以放这个水壶的一个部分，当然上面这一边呢就是打开就可以直接呢拿到你的这个里面的一个部分的东西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它的背包真的确实呢是够大的，所以呢它才有这样子的有设计，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把它转下来啦。所以呢你看除了这个容量是不是很大，你看我们里面呢这个设计方面呢跟我们的那个20跟24寸的行李箱就是一样的这个内里的一个设计，这个图案是不是很漂亮，而且呢还印有很多 Hammer Hammer 这样子的一个字样，这只是呢名牌才有注重的一个这个细节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呢里面真的是好多东西啊，你看哇，电脑也可以直接给它放进去了，哇，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间隔，是的，哇，是不是好多东西可以放，所以就证明是说呢容量真的好大一个啊，是的没错，我知道大家都在抢购147套已经售出了，千万不要停下来，为什么？因为今天大家都在抢一定有它的原因，来请看一遍，如果呢你 miss 掉之前的话哈，现在你要看好好啊，你看今天你带回去的哈，有的就是呢我们的这个24寸的旅行箱，再加上一个20寸带上飞机的旅行箱，还要额外呢就是呢送给你这个价值199令吉的万用背包，重点是赤红色，只限量500 set 而已，所以你要抢一定要快哈，最主要是今天哈在外面这三个东西的市价可是需要1237令吉，哎，四位数谁负担得起啊？但是只有现在 right now 啊，我们帮你节省了938令吉 ACG Workshop 只需要299令吉而已，你可以把今天的三件套给带回去，而且哦买旅行箱还有分期付款呢，如果你使用的是 Maybank 的信用卡的话呢，不要忘记每一个月你也只需要分担99令吉67线而已，三个月你就可以拥有我们今天的整个套组啦，所以你看去旅行最主要的就是要有一个舒服坚固耐用的旅行箱，这样你才可以有一个非常舒适、非常安全、非常愉快的一个旅程嘛，绝对是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不是开玩笑的哦。Hammer， 而且再加上今天的这个整个套组20寸、24寸，再加我们今天的这个万用背包呢，只有在我们的 CJ Wow Shop 才会出现哦，在外头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怎么 online shopping 对不对？根本也没有办法找得到啊。所以呢，这个要买的话，一定要赶快去抢购了，只需要299令吉而已，不管是通过我们的热线啊，我们的网站还有手机 app 呢，都可以让你很快速的抢先拥有我们这个 Hammer 的两件组的行李箱，赶紧抢购吧！是的，带给你有的就是 CJ Workshop 的人气热卖商品 Hammer 悍马两件组旅行箱，它呢绝对是我们生活以及潮流的完美结合，重点是今天有新色上架，好漂亮的一个赤红色，24寸以及20寸的，没错，今天送给你的一个部分是价值199令吉的万用背包，哎，而且我们这个送给你的这个背包的颜色是跟我们的主件相同，有深蓝、深灰，甚至是这个赤红色的，是的没错，那当然大家不要忘记，外面的市价单单这两件行李箱就已经要1237令吉了。但是今天我们立马帮你节省了938令吉。各位朋友，接下来的数字请听好啊，只需要299令吉而已。没错，你看，如果你是我们的 Maybank 信用卡用户的话呢，我们还提供了这个非常贴心的服务啊，免利息、分期付款，一个月100块都不到，哎，只需要99令吉，有67 cents为期3个月。而且听好好，你带回去的绝对是信心的保证，物超所值。试问一下，299令吉，你带回去有3年的制造缺陷保修，以及2年的特定配件保修，绝对是超级无敌值得的。对，只有在我们这边才会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保修的一个部分啦。Hammer Hammer 两件组这个行李箱呢，生活和潮流的完美一个结合，赶快拨打热线，或者是呢去下载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来抢购吧。
只要下载 CUOSHOP 手机应用程序，注册新的账号，填上基本的个人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购物啦。选择你想要购买的产品，点击 Buy Now 的按钮，输入 Postcode， 选择地区，输入门牌号码和路名，您所订购的产品就随即为您送上，天天精彩，天天哇哦！我知道现在大家心里面或者是脑海里一定有一个问题，好，好吗？那么名牌的一个旅行箱哈，寄人299令吉带的回去，哎，这个是不是正版货来的哦？这肯定是啊。然后呢，在我们 CJ Wow Show出现的肯定是一个正品来的哦，是来自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品牌 Hummer 嘛。然后呢，它都是在这个车子，我们都知道 Hummer 的车子呢就是很 tough， 然后呢很坚固，对不对？然后它已经是延伸，然后跨界，然后去我们这个时尚界咯，推出了我们今天带给你的这个两件组的行李套组啊。是的，我相信呢，大家现在一定是疯狂在抢购当中。你看，159套又售出了。各位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我们 Hummer 旅行箱套组哦，在 CJ Wow Show 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热卖的吗？那就是因为呢，我们今天带给你的 Hummer 的这个旅行箱啊，有3年的箱体保护保修，还有呢就是2年的这个可以算是我们的配件保修。哎，299令吉，你带一次出门哈，就已经回本了。我跟你讲，它比你买那个旅行箱的保险还来得值钱啊！绝对是啊！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带。给你的行李箱呢，一共是有4个防撞护脚，不管是大或者是小，20、24寸的呢，都拥有4个防撞护脚提供给你。在外头行李箱，小的通常都没有，或者是只有2个而已啊。再来这个手提的一个部分就更厉害了，不管是20、24寸，都拥有在这个上侧跟这个侧边的一个这个手握的一个部分，这也是呢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来的哦。再来 ABS 材质就更厉害了嘛，对不对？是的，没错。ABS 的材质呢，就是有那个韧性嘛，所以呢，在我们的机场的时候啊，那些工作人员不管怎样去摔你的旅行箱啊，还是一个不小心你的旅行箱倒在地上的话呢，我们都是呢怎样，就是可以呢非常坚固耐用的。而且大家你不用担心，如果就算你的这个行李箱被丢爆的话哈，3年内你都可以拿回来给我们 one to one exchange。你有听到吗？这就是我们给你的信心保证 warranty 来的哈。那我也知道很多人想说电话打不通，电话打不通怎么？不要再拨电话了，来冷静深呼吸呼吸，下载一下手机应用程式 DJ Wow Show， 你可以更快的抢到我们今天的套组，之余还可以比起别人好获取我们5%的 Wow 购物积分，下一次卖东西的时候呢，又可以再有15令吉的一个现金来做一个回扣啦。对，我们这个时候呢已经卖出了171套了，所以呢要买一定真的要快哦。今天是限量的一个套组呢，来自 Hummer 的这个2件组的一个行李箱，有20寸，然后跟24寸呢，所以呢，你看这个容量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大的小的呢，里边都可以让你呢足够让一家人，然后呢要出游，不管是短旅途或者是这个更远一点的这个旅途呢，都绝对适合管用的。因为呢，我们今天2件组之外，再送给你呢，就是有一个万用超容量超大的一个万用包啊。是的，这个万用包哦，也是 Hummer 自己本身的品牌的哈。你在外面单单买这个 Hummer 的后背包哦，就要199令吉。而且我跟你说，有很多的男生朋友都超爱背我们的这个后背包的。我喜欢。对啊，因为它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时尚大方，而且很好装东西。不管你要去旅行也好，你要去爬山也好，都可以派上用场。而且最主要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人买了之后呢，都纷纷回到网站上来给我们呢一个留言。你看阿青就讲 thumbs up for this seller， 谢谢你支持我们 CJ Wow Show 哈，然后 love the backpack， 他很喜欢这个后背包，而且呢就是呢行李箱的一个部分哦，也是呢非常的 fast delivery 就送到他们的家了。然后再来的就是你看收到包裹了，然后呢今天才有时间来写评，品质很好，颜色也很特别很漂亮，你有看到吗？对，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信心以及安全。是的，都 perfect 都 good， 而且呢获得都是满分
哦，是五颗星这么多的。所以呢，你看买过的朋友都已经给我们这么多好评了，这个时候呢，还没下单的朋友就要赶快的行动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赤红色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呢在热卖当中啊，而且是一个新推出的这个颜色，提供给你另外一个这个选择了。要不然你过去呢，在这个家里的行李箱都是可能哦噜噜的，或者是这个浅色为主，今天就来一个显眼的颜色，让你呢更加精神百倍一点嘛，对不对？是的，没错，194套又在售出了。各位朋友，再一次强调，这样的一个套组只有在 CJ Wall Shop 你才找得到，而且我们绝对是 100% 正版货来的，你在外面绝对找不到的哈。就算你找得到，也是需要四位数，1237令吉。但是今天 CJ Wall Shop 只需要299令吉而已，赶紧拨打热线18001808088，或直接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CJ Wall Shop 来抢购吧。行的时候已经花了一大笔钱买机票嘛，就是订住宿嘛，对不对？然后又准备了很多零用钱，就是要去 shopping 啦，去吃东西了嘛。但是你不要忘记哈，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行李箱，行李箱一定要够安全，然后呢可以把所有的战利品运回国嘛，对不对？对。但是呢，你不要忘记今天299令吉你带回去的，除了有一 Hammer 的这支品牌，二还有的就是 Warranty。 试问一下，299令吉你可以带回去3年的箱体 Warranty 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箱体有任何的破裂、爆掉了、被丢坏了，我们都是有 warranty 可以 one to one exchange。3年呢，3年365天乘3等于多少天？你自己看一下。还有的就是2年的 warranty， 就是配件。配件到底有些什么呢？来，请往下看。首先有的就是呢，我们的这个拉杆的一个部分啦，然后再来有 lock 啦，还有我们的这个 zipper 啦，然后 handle 的一个部分，最主要是连轮子都有2年的 warranty。 我跟你讲，在外面啊，不可能有人给到你2年的 warranty， 而且也不可能只需要299令吉可以带回去3+2的 warranty 的哈。是的，所以呢，你看今天呢，你一定要好好的看过来，然后呢就可以直接马上决定要抢购了。因为呢，你看我们今天呢有这个非常漂亮的颜色嘛，对不对？就是一个赤红色的部分，我们有这个24寸，然后呢有20寸，再来我们这个万用背包要送给你啊。当然今天呢你要好好的来看一下哦。你看我们的这个全套的价格呢，在市价是需要1237令吉，但是你节省掉了938令吉，可以当是你的旅费啊，这个部分。然后再来呢，你看只需要是299令吉而已。更重要的一环呢，就是如果你是我们的 Maybank 信用卡用户的话呢，你看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贴心的一个服务嘛，免利息分期付款，为期3个月，1个月呢只需要是99令吉，有67 cents 呢。所以呢，一定要快快行动来买哦。是的，217套又在售出了，各位朋友们真的不要再等待了。是的，没错。你看今天一你带回去是 Hammer 的这个名牌货，二这个旅行箱我这样子坐上去都没有问题，你有看到吗？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在飞机场是没有位置坐的，所以你看，一就是有 Hammer 的这个品牌，二坚固耐用，有8个轮子很好推，三今天有赤红色，你一定要抢到。你看这样子拍一张照，起价起价起价，多么的好看，对不对？我们呢又可以呢上传到 Facebook 啊，然后打卡一下 OOTD 啊，这些东西，对不对？这是一定要的。对啊，你要带回去就要带好货以及很漂亮的这一个呢旅行箱啦。对，所以今天把这个 Hammer 的2件主行箱带回去呢，绝对是因为它来自这个美国的一个品牌嘛，是一个信心保证的产品来的哦。只需要是299令吉而已，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卖出了241套了。是的，没错，我们的赤红色依然在大卖当中，但是再一次强调哈 ，limited 500 set 而已，你可以抢购到的就是我们 limited edition， 有的就是赤红色啦。再次强调，大家出门旅行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旅行箱，祝您旅程愉快啦！天天精彩， yeah， 天天旺。